快快快，冷吧？喜欢吗？不喜欢。不喜欢？我好不容易抢了呀，不喜欢。走，吃糖葫芦去。走。哎，你多大了？22了。你都22了吗？这件。走走走，不吃了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你过来。你听我说，我现在没回去是因为我现在我这事不好买车票，我这来就开车带你回去的。不是啊，不是你，是因为我现在那就你妈逼你和她见面了。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只是你说你看我干嘛？没有啊，她在看我。你看你没有，你给她买气球挺好看的，喜欢吗？我再买一个吧，我再买一个吧。我都说了我再买一个，对吧？这又不值钱。哎，你们饿不饿？我们去吃饭吧。走走走，去吃饭，去吃饭，走走走走走。这顿饭我安排的不错吧？有瘦肉丸，还有花甲，好吃吧？我们吃了你的发夹吗？我们吃了你的发夹吗？这就对了嘛！哎，真的饭我们三个人 AA 哦。怎么了？那气球你和他 AA 了吗？没有呀。那气球是我送给人家的 ，A 什么 A？ 干嘛？不是你又去哪儿？啊？你还笑得出来？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A 了。慧慧来我老家找我，情况很复杂，我只能把她先带回家。谁家人啊？这我朋友家刚生小孩，让我过来帮忙呢。你不去了，不好意思。你不好意思，你过来干嘛来了？走走走，快点，我本来就已经迟到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都这一份呢，妈都赶完。哎呀，迟到了，迟到了，我打有点事耽误了。好，谢谢谢谢，不是有点事耽误了，不好意思。还弄完了吗都？点份的地恭喜恭喜啊，你们是个男孩女孩。你不是，这等会儿。不好意思吧。这是他媳妇儿。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。你乱点什么鸳鸯谱。离得近就是两口子。我们俩离这么近，我们俩也是两口子吗？真是。嗯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弄完了吗？你练练点步表示。不是。你媳妇怎么给他离那么近？你怎么不去跟他一块儿？我给他媳妇进不能关了你。可以。一样的，感情讲法的。啊。感情讲，你俩就弄感情讲了。这哪个？这我室友啊，不懂事啊。室友在那边大过年的不行，往那边累。在那边累一般都是谁讲的？两口子。那朋友不敢来找我玩了吗？过年我也不会在那边。你妈给口费吗？给什么？改口费没给吧？室友给什么改口费？下干活吧。啊，你会弄吗？啊，那让他们教你吧。红鸡蛋你不懂啊？你们那儿没有红鸡蛋吗？生孩子没有的。我这么稀奇吗？你都看一路了。我要把这些红鸡蛋发给我朋友们。你只能拿，你不能发。你有孩子吗？你就发。有孩子才能发吗？那当然了，你发证明你生小孩了，你才能发呀。那我们生一个。你说生就生啊？真是自己生去吧。哎，不是，等会儿，你怎么也拿了一个？我不能拿吗？你什么时候拿的？谁让你拿的？你说什么？哎，他们看到了。去，赶紧给他还回去。为什么？不是，人家别管人笑话你了，你赶紧还回去。